呢八位型男当中，边个可以成为 TVB 下一个力捧小生？五月十五号晚上七点半，万锦广场，型男家族之近距离接触。他们经打造后首次公开亮相，近距离同你见面。估下边个可以在6月11号总决赛胜出，成为 TVB 的男艺人？更多资料请浏览网页 projectboyspowertoronto.com。 场地赞助万锦广场。